中华证书堂按创立到今得要二十年了，因此是特别规划一系列的中华二十景台展。现场是来展示着花刀、地刀、水墨各位书法等作品，内容丰富又多元。邀请乡亲有闲的时阵，会当来到主祭，感受志工伫咧这二十年来深耕中华的人文精神。来到位置你秀水乡的主祭中华证书堂，迎向二十年。会过景台灯，景彩个丰富，之美、晋级之美等等，就是透过它的花道来，就是描述它想要表达的那个意境。那再还有我们的佛画像、一叶观音，以及就是水墨洗方的部分，还有我们就是盆栽艺术老师他就是这一次是结合文创旅线展出的艺术品，这些也都很值得大家前来观赏。以及我们也有就是国宝级的传统工艺，就是艺术那个绣线花部分，还有我们老师他特别展出的水墨艺术绘制，这些都是在一些你平常可以看到的物品上，然后透过水墨去呈现。所以还有我们就是这边五体书法老师他所强调的，就是透过各种的书法的文体，然后来展现书法的那种奥妙之处。证书堂建筑主题融合鹿港古都建筑文化特色，同时也来结合主祭人文、医疗、教育，向乡亲传播乡邻爱教育，也成为乡亲心灵寄托。今天是我们非常快乐的日子哦，我们彰化金石堂要迎向二十年哦。那么上人的四大八法印呢，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环保，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社区志工呢，我们每一样呢都希望每一个人可以走进我们慈济，然后在这里上人讲的就是希望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没有灾难。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日子，每一个人走进我们慈济的道场都能够快乐的学习，启发他内心的善念，然后把这个善与爱带回家。如果家家户户幸福又美满的话，那么社会祥和就是指日可待了。中华证书堂走过将近7300的历史，如今要来迎向二十年，庆祝动感，地方各界属性拢到现场祝贺，希望主祭会当有搁较侪二十年，互规个中华证书堂充满着喜气。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